来多是些轻重，虽不知去处，心不懂归路，都是些糊涂虫。天不如人意，人不如心意，何必去下定义？我们都是平凡的好人，痴心凡心总会有。我们都是平凡的好人，良心最贵重。我们都是平凡的好人，痴心凡心总会有。我们都是平凡的好人，良心最贵重。你别哭了，都是我不好。太太，太太，你这是，哎呀，哎呀，太太，太太，你这是要干嘛呀？你可不能寻死啊！太太，太太，你快下来，你听我句劝吧，太太，太太，你可不能死了。太太，你快下来，太太。太太，你不能死啊！你要是死了，小崔怎么办呢？小崔到哪儿去找你啊？就是为了小崔，你也不能死啊！总不能回月很冷啊！小崔要是在，我豁出去跟他私奔了。可现在小崔正没着落呢。你要是寻死，就没人惦记他了，小崔他就不会回来了。太太，你好好想想啊，崔。就是为了小崔，你也不能死啊！崔，你在哪儿啊？吴先生，喝啊，喝点儿，吃菜，吃。静儿，还是你好啊。知道疼人，当初你不跟我走，现在家里没有人了，跟我回南方去吧。吴先生，我好好的对待你。吴先生，这话您不是也跟玉和妹妹说过吗？不要提她，不要提她了，我一提她就想杀人。能为一个人杀人，说明您心里还是放不下他呀。他变了，全没妇道了。刚才我打他，他一声都不哭啊，一声都不哭啊。这还是女人吗？您瞅瞅，您怎么倒哭起来了？哎呦，这要是让客人们看见了，还以为是我招的呢。快来擦擦。他不哭啊，自有他不哭的道理。您冤枉他了吧？没有啊，我打听了，他跟一个走大宅门的小崔好上了，还把家里的东西拿着让他去卖。女人啊，就是贪心不足啊。
哟，吴先生，这话您可不能这么说。女人贪心，不也是梦着想着能从一而终吗？他们爱首饰，爱衣裳，也为了是女为悦己者容。哎呦，还是我们九姑娘说的明白。吴先生，吃吃啊，哎，吃。不像你们男人，把自己比作从小知书达理的大男人，见了面打工行礼，满嘴的仁义道德，其实呢，背后养一养二养三。始乱终弃，从古到今，有多少薄情郎的故事？再说了，您吴大商人还不是一个两个的养着吗？想起来了，回家看一下；想不起来呢，一年到头见不着人。玉和妹妹还能守着您，真是您的福气。要是放上别的人，早不知天高地远跑哪儿去了呢。哎，九儿，我让你劝劝吴先生，你怎么倒数落起人家来了？没关系，没关系啊，说得好。说得好啊，打在疼处的话要听，要听。我就是喜欢九姑娘身在青楼，哎，总有一股子侠气味道，味道好啊，好味道。吴先生，啊，我话要是说重了，您可得多担待。我也是直话直说。说得好啊，但是我还是不能轻放过他。您看见他们俩在一起了？没有啊。你逮住人家了吗？没有啊。这能瞎说呀？没有，那就是您瞎想。小崔那儿您问过吗？哎呦，别提他了，还没有等我想去找人收拾他，他先犯了事啊，被城防营给抓起来了。谁？小崔？啊，关起来了。为什么？说是为了一张古帖。环子，明儿个你抽空赶快把这封信送出去。哦，对了，这儿还有一张银票，一块儿交给他。干什么呀？别问那么多了，一准就是小崔的事儿。干嘛这么破费呀？又碍不着咱们什么事儿。我不知道就算了，知道了就管一管，管得了当然好，管不了是命。李管带，李管带。招了没有啊？没有。哎，这等天亮了把他放了算了，打太狠了我也不落人。哎，不是你小子把他送进来的吗？哎，我不是喜欢那帖子吗？谁知道那小子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呀？李大人，这是吴梅安吴先生让我给您送来的，还有，哎，我走了啊。那好，去吧去吧。这儿有让他多住几天的，怎么回事啊？哼，为大宅门太太的事儿呗。这小子狗改不吃屎，这回我又要为人打抱不平了。哎，李管带，你这买卖不错呀，就这么一个人进来，
你就吃了双份儿啊！哎，买房子的人来了。你就回乡下吧。哎，这个你就留着用吧。谢谢太太。太太，你这回扬州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了。凤姐，我走了，以后就多保重吧。哎，太太，坐着。火山寨，快走啊！是嘞，呀，真正的八大，您再看这林子怎么样？啊，刘掌柜，掌柜的，哟，来了您，您先瞧着，我跟伙计说句话。好嘞，您瞧着。好，来，啊，这儿了。伯伯，你说，这毛材啊，这两天进货去了。嗯，铺子里总没人。贝勒爷的定窑，他还没上吧？没有。你抽空啊，上贝勒爷那儿看看，问问。哎，我看他瞧你挺顺眼的。啊，哎，怎么样？您瞧这画，要了，您给包着吧。啊，我找你来是想跟你说说定窑的事儿。哎呀，那些个玩意儿可是招财的宝啊！啊，那救过我们一家子的命，得留着。
你是想留个好价吧？啊？什么是好价啊？啊？哎，3万我全买了。龚老板，您开的这个价跟我想的还差着道缝呢。哼，我干古玩这行这么多年了，什么货什么价我心里还是有数的，只要你在琉璃厂这儿做，怕也就是这个价了。啊，也说不准，现而今这个世道什么大惊奇没有啊，啊，指不定什么时候他还看涨呢。况且了，我的玩意儿他啥时候都是个宝啊，久远点考虑，没错。崔呀，崔呀。来，喝口水吧。嗯，你说女人有什么好？我最烦女人了，我最不待见女人了。你说她不就是青楼里从良的吗？不就是盐商的小吗？最狠莫过妇人心了。今儿我把话跟你说清楚了，往后你要再敢跟我这儿胡咧咧的话，我就撕烂你的狗嘴。我就喜欢你这股子爷们儿劲儿，我告诉你啊，出去以后我跟定了你了。去你妈！崔克友，收拾东西。没东西，没东西，那就滚。哎，你这没良心的，你怎么说走就走啊？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就是再挨上100鞭子，我也再不愿意看到你这张屁股脸。嘿，有意思啊！走，出来，来，放一个。怎么进来的？来的不明白，出去的也不明白。你不明白，我他妈更不明白了。滚！快走吧，你走。
疼。这是怎么话说的？好好的人给打成这样了，这怎么话说的？还得谢恩呐，没把我打死就算不错了，出来了，要不然谁也见不着了。这是为什么呀？什么也不为。我在里边想啊，我天生就是个穿大宅门撞邪的命，一撞一个准。上回是卖翠花，这回是卖古董。我这个人跟大宅门犯相，这回怎么出来的，我自己都不清楚。乔乔给打成这样，快把衣裳脱下来，我给你洗洗。哎，别动，都粘住了，哪脱得下来呀？我给你喊大夫去。不用了，就是点皮肉伤，不碍的。你要不急着回去的话，就给我沏点盐水吧，一腌它就能开了。哎呦，哎呀，还是得沏点盐水啊。我哪儿也不去了，我就住在这儿。这些日子，我就卖点曲灯、香烛、蜡签什么的。够咱俩活的了。那太太哪儿呢？太太走了。走了？走了好。走前他来过。正赶上你被抓进去，哭得个泪人似的，想见你一面，哎，都没见上。哎，后来的话，我有空再给你细说吧。他呀。也遭了罪了。是啊，都是苦命人。老天爷都两次了，我一受伤就派你来帮我。你该不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吧？啊？我要真是观世音呢，就把天底下的小鬼都给除了。我的事儿怕是还没完，出来的时候
还有您跟着我。老天，这是谁在害你啊？你想想。我想不出来啊。真要想明白了，我非得灭了他。小崔，算了，早点歇着吧啊。取灯羊啦！取灯羊啦！哎，来了来了！嘿，我说卖起灯呢，你吆回去呗，这谁都听得见。你敲我门干什么呀你？哎，大爷，我不是卖羊腊的，住这院的娄先生在吗？娄先生他搬走了，这院现在姓邝。娄先生他搬走了，合着你不知道啊？哎，大爷，您知道他搬哪儿去了吗？我是他亲戚，找他有急事儿啊。亲戚你不知道他搬家啊？什么亲戚啊这是？哎，我说大爷，哎，现在啊，就是这路穷亲戚讨厌。人家都搬家了，还一劲儿找呢，这什么亲戚？真是！卖曲灯的，哎，卖曲灯的，给我把羊腊。我这儿有事儿呢，不卖了。哎哎，你刚才还吆喝呢，这怎么就不卖了？哎呀，这人。回来了啊！哎，怎么样了？到底怎么样了？找着娄先生了吗？哎，你先别说，你先喝口水，喝口水再说。来，喝口水吧。哎，到底怎么样了？你说话呀！啊，你喝吧。我在问你那事儿到底怎么样了？你就把那帖子的事儿给忘了吧，就当是做了场梦。我就小崔，小崔呀，别这样，小崔，小崔呀。别这样啊，小崔！裴玉玲，老天一下一下的烫我，我都忍过来了。想着东西三，我这后半辈子就有了。现在东西没了，什么全都没了。小崔，我忍着那些老铁的烫，我为了什么？
我为什么呀？小崔呀，我不就是盼着出来以后，这后半辈子能够过上好日子吗？我怎么就这么命苦啊？到了手的好日子，就这么生生让自己放跑了，我活什么呀？你说，我还活什么劲？我还不如就死了，小崔，小崔，死了算了，死了，小崔别，小崔啊，死，别这样，没有过不去的河，别，你别想了，别想以前了，咱们这不是挺好的吗？有吃有喝有住，就不是穷。我养活你，你好好的，就比什么都强。我当牛当马的养活你。他是不是不认账了？谁呀？娄先生啊。他搬家了。搬家了？啊，现在住这个新矿的。他搬哪儿去了？没告诉。搬了有些日子了。好，还是迷了东西跑了。我原本以为他是个读书人，是个正人君子，感情他妈都一样，见利忘义的东西。这年头，你说这是什么他妈朋友啊？整个一个抢钱的，这是。你想什么是真的？只有利是真的。把我逼急了，我他妈把他们姓张的家给抢了。可别乱说呀，咱过得去，我养活你。再说了，要不是人张经理呢？没哪个。除了他，我没跟别人说过。除了他，没别人。管他谁呢？反正以后不会有人再害你了。你说，我一个大老爷们儿，总不能老让女人养活吧？我愿意。要不，我租两辆车吧。用不着。那多受累呀，风里雨里的，坏天儿也得给人家交车份儿，还不够车厂挣的呢。那我还是再回去卖翠花吧。你还嫌打得不疼啊？你想是不是？要不干脆，我给水窝子挑水去吧。那不是还得走大宅门？你不是说你和大宅门犯相吗？哼，大宅门有一有二，我就不信还有三。哎，我这一辈子啊，还就跟大宅门干上了，怀孕也该到头。你就把心放平了吧。干什么？咱们慢慢再合计。你先好好养伤。这俩月哪儿都不许去。哎，程程，我都听你的。贝勒爷，哎呦，贝勒爷。
徐二海，要是能把咱们那件脆的白菜蝈蝈拿来，那他们能开开眼。正经东西。贝里，咱到那边看看啊。啊，好吧。哎呦，怎么着，贝里爷？今儿您得闲了。贝里爷。哦。会怎么办？我说徐二海啊。这没什么好玩意儿。姐，那廊子里有茶啊，你也乏了，进去坐坐啊。我也懒得转，有什么好玩意儿，给我送过来啊。您说个价，好嘞。好嘞。您说说价。啊？乱，太乱了。咱们好几杯了，爷。哎，好好好。哎呦，哎，好。哎呦，龚掌柜，金爷，您今儿个怎么又来了？我也是瞎凑热闹。哎，原来啊，家里有的东西呢，想不着，没了，倒想了。哦，您坐，您坐。哎，掌柜的，给上茶。哎，点儿，好，上茶。哎，好好。贝里，好，哎，您坐着。贝里，今儿功夫可以。贝里，您喝着，您歇着。今儿风衣阁毛才有一件瓷器要出手，我去看看去。哎，去吧，去吧。哟，龚掌柜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今儿风衣阁毛才有件好瓷器要出手，哎，我去看看去啊。哎，好，您去，您去。这贝里爷的，我大宅门。哎呀，哎呀，各位，哎，徐爷来了，金爷来了，来了，啊，坐坐坐坐。要是咱厂里边再多出这样的几位爷来，咱就不叫古玩行了，叫王爷贝勒大吉合适。哎，前些日子听说卖了一只定窑画花，就说家里这炉货多了，厨子每天使的都是这炉碗。那也不新鲜，咱现而今花大银子淘换的官窑，不也就是皇上吃饭的碗吗？说碎不就碎了？今儿个不知道他是来卖货的还是收货的。哎，听说前一回跟德国陆大人做了一大票，在自己府里也开了买卖，叫贝贝斋。贝贝斋听着名多不吉利呀，这贝贝斋呀，哎呦！贝勒爷开古玩铺子，也算贝到家了，再贝也贝不到哪儿去了。我也听说了，说那个徐二经营着呢。那徐二瞎扯个什么呀？最少也得要这个价。看看这个，您再瞧瞧我这价，就怎么着？哟，毛才，哎，找着买主了，哎。哎，来了，贝勒爷，好雅兴啊！徐二跟我说。你有件好东西，非让我来瞧瞧。行的真不错，你拿出来让我看看吧。色真正哎，贝勒爷什么没见过呀？只能说是让您过个目。江豆红，好东西，好东西。我说徐二，哎，这东西咱家里还有啊？贝勒爷有是有啊，可是都不一样啊。哎，您瞧这瓶子啊，这颜色多喜庆啊！贝勒爷，上回法国大使不是还求您赏他一个吗？啊啊，对，有这事，有这事。哎，我说毛才，你这玩意儿要多少银子？爷，要不然我跟您拉拉手。去你的吧，你那脏手我可不拉。你说个价吧。哎，说少了我可不要啊。牛，那是，您买东西哪能少要啊？要不然，您给5000。
哎呦，5000！哎呦，5000！行啊，包上东西，把银票给他。哎，哎呦，我的天，真够谱，谱啊，谱大了，5000银票，哎，啊，掏银票了，哎，哎呀，还是贝勒爷痛快呀，啊，是是是，贝勒爷，贝勒爷，讲究啊，拿着东西，咱们走，哎哎好，走啊，散会啊，哎，贝勒爷，哎，哎，各位掌柜的，我是贝贝斋的徐二，啊，往后啊，各位有什么好东西拿给我看，保证啊，物有所值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哎，回头见啊，回见。头里的被子，能现在还起来了，必定价值高。这些演给谁看呢？整个仨胖锥。刘二爷，怎么着？买东西吧，好东西不错，来喽，你买着。哎，好，我走了啊。哎，好，你回去，回见了，您这。哎，回见啊。我说掌柜的，哎，回见。你瞧这二爷，这玩意儿还是……掌柜的，这玩意儿包上吧，我要了。拿来吧，你500不卖了。您没瞅见那豇豆红的瓶子都卖5000吗？这个怎么也得1000块，1000块。刚才不是说好了吗？涨了你不知道吗？价儿都涨了，抬起来了。怎么着？要不要吧？你想要就是1000块了。不要不要不要！哎，哪来1000块？不要，那咱商量商量吧。甭商量，没商量。哎，您回来。哎呦，我来的不是时候。哎，来吧来吧，正等着你呢。哎呀，贝勒爷又瞧戏去了。去了，他要是在的话，我还不敢让你上这儿来呢。哦，合算他不知道啊。不知道，该瞒着就得瞒着他点儿，他好面子，哎，没有一点歪心眼儿。啊，二爷，这是您的银票。5000块，您收好。您这手可真绝，先是给贝贝斋抬了名，扬了腕儿，再一个，一下子把这行市啊给抬上去了。听说啊，咱走了以后，行里的东西最少翻了一番。古玩，我承认不大懂，但是斗心眼儿是我太太带来的。这不，各王府的管家家人一看世道不好，哦，一个劲儿的往我这儿送东西，收的也差不多了。哼，我说啊，咱要是不把价抬上去，那不白收了吗？再说了，这帮假汉学家的口味让我给吊起来了。哼，茂才。以后跟着我，好好干。是外国人就给我往这儿带啊！什么法国庄、德国庄、东洋庄的，我这就是一个贝勒庄啊！有贝勒爷的名号，挣钱还不容易吗？那是，是不是？那是。哎，茂才啊，看着，货已到手，价也抬上去了，你就请好吧，二爷。谢谢您了，我跟定您了。让欢乐的
是不是在感觉？